大家好，我是小朵，过来赶海了。天气不太好，有风啊，好像要来台风了，下去看看吧。走，整片沙滩啊，没几个活人。前面有条鱼，哎呦，好，还是活的。我刚才搁远看了，我都没当回事，我还以为死了。你看什么鱼啊？河豚鱼。哦，河豚鱼啊。还抓了条河豚嘞，生个气来，生个气，看，啵啵啵啵啵啵，坏了坏了，不行不行，再气它就气炸了，你看，坏了坏了坏了，啵啵，成这样了。你看它这个牙哟，哇塞，好闷哦，啊，再捏它真的就气炸了，快给放了，拜拜。那鱼有毒啊，搁远看还以为是条死鱼呢，怕呢，哎，哎海，那海星你看在里面爬得呼呼的，啊。哇塞呀，哦，好大个呀，这边还有啊啊，这边还有啊，哪，哎呦，吃螃蟹都，你看够螃蟹腿肉在嘴里哦。哦呦，这个螃蟹都血霉了，什么都吃的。这样的真的，我都懒得要它这个东西啊。啊，海边最丑的螃蟹，没有之一。发现洞啊啊！哎呀妈呀，我准备皮不下洞哟。啊！哎呀，厉害了！啊，我天嘞！哎呦，哎呦，这还不敢了？啊，这还不敢了啊！今天中午先吃你啊，啥都不吃先吃你。哎呦！在这么艰难的路上还是一样爬，我们还有什么不努力的理由呢？看看这个爪子啊，能看清吧？看你这么努力的份上，把你放了。今天啊，这个货太少了，可能是因为来台风的原因吧，太少了，再找找。看这边啊，这围海鸥扫了一遍，那这地方肯定有个东西，它用个嘴那么一戳啊，把这海星就抓走了，太可恶了。到那边过去看看去。这不又来洞了吗？啊，又来洞了，在那边。啊，有没有好东西？我还以为八爪鱼嘞，哎，哎，又是个空洞的嘛，啊，哎，看到是什么了吗？旁边有人，小点声，那，看到没？啊，八爪鱼。长腿还是啊？看，这里还有一只干嘛干嘛的？这是啊？又来动了。哎，哎，在哪边？在这边。哎，这边还是这边？这边。打着边儿嘞。哎，有货有货。哎呦，哎呦，有货呀！手扎出血来了。
有货有货有货呀，有货呀。哎，去哪了？不对，不是，有货。见证奇迹之时刻来了，你给我出来你啊，你给我出来，看到没，八爪鱼。哇塞，这只好大，看到没。啊，找了三四个小时了，不行，今天那个一般般，回去了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拜拜。